现在前厅，全凭我照应了。嘿，看来呀，又得给我涨工资了。哎呀，这钱多钱少都无所谓，只要是你开心就行。开心可开心了，这来的呀，全都是咱们街坊邻居，聊聊天啊，这一天过得可快了，我都不觉得累。哦，对了，其他也让我跟你说，等你有空了呀，去我们饭馆后厨给他们指导指导。得嘞，你告诉齐大爷，我明儿个就去。